辉达执行长黄仁勋站上投手丘，献上人生开球处女秀。美国职棒旧金山台湾日登场，邀请黄仁勋担任奥克兰运动家队开球嘉宾。黄仁勋也大展亲和力，与现场球迷合照签名。中职台钢啦啦队 Win Stars 在奥克兰运动家球场表演热舞，展现台湾棒球应援特色。乌克丽丽演奏家冯毅、台湾饶舌歌手爪滴也受邀到场演出。今天是台湾 Day 嘛，然后我就唱台湾颂这样子。我们的台湾朋友们，还有现场的这些国外的球迷朋友们，然后让他们感受我们台湾音乐的这个热情和魅力。奥克兰运动家队的旧金山台湾日今年迈入第三年，参与的台湾社群人数一年比一年多，从第一年的250人，去年吸引超过2000人，今年人数翻倍，成为凝聚旅美台湾人的一个盛事。中央社记者张馨予旧金山报道。